这里呢是上海吴淞某军港码头，现在的时间是早上的5:38，再过一会儿呢，由海军湘潭舰、朔州舰和巴基斯坦泰穆尔号护卫舰组成的中巴联合编队将从这里截拦起航，前往预定海域，在圆满结束岸港交流后转入海上实兵实弹演练。那么现在呢，各参演舰艇的舰员们正在进行各作战系统的全面准备和综合调试。据我了解啊，这是按照战时的要求准备和实施的。那么稍后呢，编队抵达演习海域后将会开展联合对海打击、主副炮实弹射击、综合补给、编队机动等科目演练，特别是双方还会按照编队战术对海上和空中目标进行打击，这对双方的协同能力和武器运用是个不小的考验。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啊，今天编队还将实施海上油水补给，这体现了双方在后勤保障领域的合作深度，为今后双方在远海大洋共同执行联合作战任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